和实现突破的科研机构，我们相信这个研究院的成立一定会不断产生出新的成果，带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一定会助力深圳成为全球虚拟现实研究和应用中心。下面，我们就有请深圳市委常委林杰女士为我们致辞。 深圳市与 HPC 建 VR 的研究院，今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呢，欢聚一堂，共同见证宏达国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虚拟现实研究院合作备忘录。首先，我仅代表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出席签约仪式的 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注支持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都知道，深圳是一个开放之城、创新之都，我们